老师，看中间，官方看我这里哈。前面，前面，这位下，前面。好的，行，小心，小心。右边。右边。看中间官方，看我这里哈。看中间，看中间，先看中间哈。哇，超酷的！来，周深，周深，看这边。周深，好，周深，看这边。10月17日，时尚界年度盛事即将拉开帷幕。VOGUE 盛典在今天17:30到19:20红毯大秀，20:00到21:30晚宴颁奖，也就是在17:30正式开始直播，平台是腾讯视频和新浪微博。昨天周深已经抵达现场并进行了彩排，场外听到的彩排有少管我和大鱼，期待今晚周深的精彩表演。你好，你好，我是 Rocco， 第一次见面，开心。对，好，我就是很随机的在直播，用我自己的个人的账号。很开心，因为这我其实之前就一直很想想请你来我的活动表演，然后这次终于可以就是有机会听你的现场，然后可以看到你走红毯，我觉得今天晚上会有很多事情有趣的事情可以发生。我也是第一次来，所以今天那个小申，你有什么走红毯的计划吗？哦，我有给你安排一个厉害的环节，我记得那个是我安排的。哦，谢谢谢谢。你记得吗？你知道吗？我大概是哪个环节？环节有点多。那个字，知道，我觉得那个很好，很有趣，对，非常有趣，对，也很具体什么，大家到时候看，非常我。到时候周深走红毯的时候，我觉得会变得非常高级，同时且搞笑。对，我觉得很亲切吧，高级和搞笑。然后呢，他晚上还会我们表演，所以那两首歌也是我选择的，我也是很想听那个。对，而且和我们的主题非常像，是非常贴，是非常自由自在，非常过自己的生活，完全不用在意别人怎么想。是的。介绍一下你今天这身礼服。是不是超厉害？这是你今天走红毯的礼服吗 ？Oh my gosh！ 今天晚上会有风哦，而且那个现场我们还会有一些水雾，所以整个就会变得非常的鲜。对，在一个水雾的状态当中，所以没关系。太棒了，谢谢周深，今天晚上期待你的表现。好，我本来我要走了，其实，所以我看到你来，我必须要就是给你来直播。好的，新华社16日也再次发文宣传《10年时光》系列报道，在其发布的《老中青三代文艺工作者谈深扎》文章中，对周深这样介绍：10年前，歌手周深参加选秀，紧张和局促写满他青春的面庞。10年后的2024年个人演唱会，他站在鸟巢中央为梦想高歌，喜极而泣。感谢国家的强大努力与汗水，让每个人都能圆梦。什么是一个好的歌手？就是你可以用歌声去给别人拥抱的歌手吧，可以走到别人心中的歌手。就希望可以坚守住自己文化的根，但是也要不停地与时俱进吧，就是你要不停地让自己的独有的美让它年轻化的被逆顺毛的一个过程吧。周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很幸运的普通人。当时就特别紧，就看你这7天火不火吧，不火你就是失败的。如何来定义一个好的歌手？你可以用歌声去给别人拥抱，走到别人心中的歌手。快，2024
次奔跑吧特别篇之茶马古道篇即将开录，常驻嘉宾还是原班人马。据悉，录制将在云南大理展开。茶马古道是录制的首站，以历史为线，揭开这座历史悠久的西南古市的神秘面纱。一起期待周深茶马古道篇的精彩。还有周深19日香港红磡体育馆参加坦顿音乐会声音合流，现唱主题曲也有直播，大家不要忘记了。关于这个活动，星岛头条的报道中称周深是炙手可热歌手，内地著名歌手，一起期待周深和坦顿的再次合作。周深行程太密，但米子们别忘了去微博世界大会给周深投票。目前周深的借过一下推荐值已突破50万，大家继续加油。说到周深歌曲， QQ 音乐也在16日艾特周深发博，恭喜周深单曲小美满累计点亮20轮，累计获得1000万歌曲推广播放量及2000万免费 QQ 音乐 APP 开屏海报展示量。小美满可是刚升级为腾讯音乐榜双白金单曲，成为周深在腾讯音乐榜认证的第一首双白金单曲，大家继续安利小美满哦。而周深与最高检合作的未成年人检查概念曲《奉时光与你》也取得了腾讯音乐浪潮榜九月榜第13位的好成绩。还有一个好消息，周深演唱的电视剧《好事成双》主题曲《他》获亚洲电视大奖最佳主题曲提名，恭喜周深。最后，周深演唱会主办方在南昌滕王阁主阁楼广场区域阶梯坪上线了周深应援。10月17日至19日3天的18:20到19:30进行轮播，大家可以去打卡哦。其他标志性地点的应援也在持续上刊中，周深很忙，行程很满，劳模当之无愧，真的是太全面了。小心注意安全。小心注意安全。好，拜拜。怎么？